个扇子就是我们第一个油要用很多，然后这个颜料哈，就把它这样子，把它用在整个用上去。然后速度，它在刷的速度会快。哦，这个好。它这个是大面积的哈、嗯，所以我说会像那个油漆刷一样，但是它有一边比较尖的，它可以做细节。好、嗯哦，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大胡子的那个美国外国人在画那个山啊树啊有没有？他有用到这个。所以他在画那个松树的时候哈，都会变成这样。刚开始是这样，然后来这样子，有没有？哦，等。啊，这样子的方法啊。可以，可以呀、啊。